九生还好吗？真的没有那么那啥，只是去处理，是因为怕感染而已，就是打个破伤风。处理了就保证他不感染就好了。对，希望大家生活中也是注意哦。有点扯到的时候会，但是尽量就是。我故意让自己摔死，我就在。这儿。去包了一下，上那个主舞台之前，想起来，你知道吗？想起来，我还要就是拍了一圈手，完了以后呢，突然听到这边非常热情，我就觉得这边得拍，然后我就转身一拍，对，然后就是意外。咱们今天的妆容，其实现在看已经看不太出来，就是已经是一个重新补过的状态。至于为什么重新补过了，希望大家不会看到。就是对，是怎么哭了是吗？嗯，哭死我了。反正就是主打一个透亮的眼影，后面是蓝色的设计，很爱。我今天晚上回去先把我收拾。拜拜。